有谁？哎呀，别吓我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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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哦，这里这里，哪里哪里？在你后面。哎呦，我下去了，我下去了，我下去了，你别吓我！吓死人了！啥子啊？六点多钟被嫂子叫醒，去扯笋啊？还这么早啊？嗯，早点去啊，不会太晒啊？刚好扯回来，给他晒笋啊。嗯，我们就醒了。快点快点，洗脸刷牙，早点去嘛，早点回嘛。六点半。好，早点出车，那里烧了水。我们开车开到里面那个村去吧，多扯一点回来，怕背不动。啊。好了。叉子啊，那个嫂子是不是先走了？叫了我们先去走了。不知道。他可能先去到下面扯吧，我们等下到上面去扯啊。快点准备好。上车门开吧。喊猫喊猫。我他就在那，对对对对对对，就是怕回来的时候太多了，背不动。压点不疼我。压壶压壶啊，这压壶，黑点麻个的。准备出发。好了，出发了啊，嫂子。好了，现在我们的车子停在这个山下面哈，然后我们准备上山去扯笋。啊，这个是什么笋？现在红花笋，最好的笋。采那个红花笋哈、啊，怎么来了一只狗啊？哇，到处都是笋窝的。小狗，哎呦呦呦呦呦，小白狗，小花狗，好可爱的一只小狗啊！是啊，到哪户的狗呢？看一下，你看。哇，这么大一根啊！对呀、啊，我在哈里等你啊！要钻里面去啊？对啊，要钻，扯笋就要钻。这外面也有啊。太小一根了吧？外面不小，有这么大。就是不要去到那，太上面去，这边上还多些那。这个比上次那个大一些。那肯定大。叉子，哎，挂好篮子。好嘞。我在上面扯。嗯，边上有啊。你擦嘛。叉子。哎。那里面有没有啊？有啊，进来喽。我不进去，我在外面找。来来来来。嗯，欢迎了。这是我们那个井水吗？不是。就是个这个唐家村的井水，嫂子往这边来了，慢一点，我刚插进去，都刚想你插给，终于出来了，我的衣服都刮烂了，哎，用来吃，哎，你小心啊，小心里面有那个绿色的哈，一条一条的哈，你别吓我，肯定有的，下次我不敢去扯了，哎呀，可以哦，真正。扯笋这些啊，就是要飞，灵活的真真，有人，灵活的胖子，真真，嗯，哎，这里是什么？哎呀，有蛇，是发神经的，哎，真的吗？你吓人，真的是有毛病吧你？你别怕，小心，别怕的，没有啦，吓你的，是，过来过来过来，扶我一下，哎，嗯，来把手拿过去，要不得。你去扯，我在外面把你这个剥掉。你小心一点啊！找出来！哇，这么多！以前我不知道哈，用手去一根一根的剥哈，那样很耗时间的。你看，这样去剥的话哈，不光是耗时间，而且剥久了的话，你这个指甲都会很痛的。拿一把小刀哈。直接一削，把这头叶子削一下就可以了。
然后从这一头哈打个转，一根就 OK 了，速度效率很快啊。这个方法也不知道是谁发明的哈，太好用了感觉。哎，哎，哥哥，车子，这里没有了。吃了好多了。我这边小好。哇，这么多。老大健康起来。有这么多了。我还去那边吃了，是吧？对啊，有那边有房子那里。嗯。去那边吃了。好了。哎，哥哥下来了。哎，嫂子。哇，这个这么多啊。你也这么多啊？不多嘞。哦，上面还有别的人在吃是吧？还蛮多人去吃嘞。哇，还是没拿袋子，我全部绑好了。嫂子又上去了。嫂嫂，那下面那一袋就是嫂子的。那是嫂子的，这是我的。你看，刚刚就摘了这么多，我好猛吧？你看我削了多少了？你削，你到这好舒服了啊！你看，真的是舒服，削的手都发麻了。削手发麻了，你去趴那个，来，你看我的头发的。得去洗个头发。来来来，嫂子，帮你转起。来，嫂子，拿本水给你擦。哎，我车子上有啊。来，去干了。去干的，差不多的。是啊，出汗的了。满头大汗了，嫂子。出汗的家。来，告诉你，我这手啊，先说位置哈的，别说老他，我过来。说气哈的，来过去捅个家。这棍子，好快。好辛苦。又快又不修手指了。过年也得去给削下来啦。哦、好，坐好啊，嫂子。削，用刀削最快了。哇！哇，两个小时收获这么多。我还削了这么多。这个长得也很麻麻麻的，就像麻就青蛙笋，我们叫青麻拐笋，我们老家话。麻拐笋。还有一种，还有一种笋，这里是满的，没有孔的。哦。很多种笋，很多种，但这种笋是最好吃的，就这样炒起吃最好吃的。但这种笋晒干笋也很好。想不到叉子削了这么多笋啊，这点不多不多，这有什么好多的？其实扯笋啊，扯完之后剥也是好头痛的一件事情。但是呢，现在就学到这个方法之后啊，觉得好好。以前我们都是靠手剥，是啊，要么就捏开尾巴那里，还不是我发现这个方法的。对对对，好了，现在我们的笋已经削完了哈，现在准备给它煮一下，然后再拿去晒。先把这个老的剪出来，搞嫩的，选好选好，剩下就不多，这老的不要，这个嫩的，你看老的不要，一定要吃嫩的啊、哦。水也烧开了啊，倒进去，再烫一下就变成很绿的绿色。然后我们再放这个干净的桶里面。这个笋用开水烫一下之后放进来，然后把这个水倒进去焖一下。对啊，要焖黄，把它焖黄了，晒干才好看。差不多了啊，现在我摆好，摆好之后去晒。先生，昨天晒的已经好了。哇，你看，昨天晒的笋太漂亮了，你看。这个是我们昨天晒好的哈。再晒一下。晒完之后就这样子，金黄金黄的。对对对。哇，硬邦邦的了，还但是还要晒，还没太干。你看吃那么多笋，晒出来就这一点点，这一点点嘞，这就是我们劳动成果。
晒出来之后就变成这样子啊，非常亮啊，非常漂亮的泔水。好了，本期视频就分享到这里，我们下期视频再见，拜拜。